真的很高兴啊！高兴的是，我们台湾又让世界更印象深刻啊！全世界都感受到说，台湾政府速度很快，决策很快，而且我们超前部署啊！所以我们对疫情的掌控的能力啊，很多的国家都觉得是一个典范啊！那我们第二阶段展现出来是我们的产业的能力，也是真的会让我们的很多的友邦或者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很羡慕的地方啊。大家都知道台湾人很会制造东西，那么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工厂更厉害啊。但是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可以厉害到说半年的东西25天就做出来了啊。那我相信这一出去，台湾制造会更有名。台湾虽然不大，我们的产业规模也都不大，但是我们集合起来的力量真是吓死人。所以这些都是大家的努力，各位都是国家队，今天来这里就是国家的元首来谢谢我们的国家队的成员，所以要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的不眠不休的努力。你在协议这边上班认真要100%，可是我不好意思说我们在这边认真是200%，因为每个人都很有向心力，然后做的时候都很努力，也不分你我，然后大家做的过程中就是说都会互相帮忙。这一次在这个整个疫情的过程呢，看出了台湾真正的能量，还真正的国力哈，真的让人惊艳哈。那这个国力来自于人民的韧性哈，跟愿意接受挑战的这个精神哈。那其实这也是台湾社会的缩影哈。我会说这就是台湾精神嘛，平常我们相互的竞争，但是到了要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团结的一体。那我真的觉得做一个台湾人，我真的觉得蛮骄傲的。